我今年见到乡村白马给咱们同胞了，养尊处优，我祝你白马壮年喜色的。各位同观众，忙不过去，积极在到处去寻机，老不小小事上，各人白马色的，我祝各人团结团结，不能增进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之前我不就老做老做了，都做新机了，现在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都做到，怎么我都做这种各种团结团结，不能增进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之前我不就老做了。虽然听说新机了，现在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都做到，怎么我都做了这种各种团结团结，不能增进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之前我不就老做了，虽然听说新机了。现在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都做到，怎么我都做了马红把这个人把马事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事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事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事。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事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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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事动，杰拉达江苏罗阿带兵的，到苏刚的那边咋叫声？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关心别人咋的苏罗，穷顿顿工不加活人养拉乡咋路？刚个露出着你，真着你的难道老三？像你东哥，就算有些人年纪大个了，老王在那个大这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来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东送，这都是接着你摸你弄你接着着着着。马人们在这等我来那个今年正在拉车呢，等你到江三平的松原等你走街这头。是朝知道骗你沿镇道路门虽然江湖老样的得得最多那几斤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可当当就用路多吧路住不必那我接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忙见不俺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咯。那么今天上午的这个课里面呢，我们想介绍一下这个禅禅修因为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得上，尤其是有些时候啊，比如说过度的压力，还有焦虑，还有很多这些精神上的很多的问题，我们用物质来解决这个很难的，但是通过禅通过禅修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禅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禅它其实可以做它可以有很多种的这个不同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通过禅就从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当中解脱，或者是消灭我们自己的这些毁灭性的这种情绪，比如说贪嗔痴等这些烦恼，禅也可以做到这些，也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作为一个企业家，平时的这个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精神上有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那这些时候呢用通过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往往都是不成功不理想，但是通过这种禅通过这种禅修的方式来解决的话它是不但是能够解决，而且做得很好的，因为就是它就是没有什么负的作用很好的，所以在生活当中它也可以它也有这个作用，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现代人的这个精神是很空虚的很浮躁的上上下下所有人都是这样，比如说一个公司
上到他的这个高层的这种管理者啊，下到每一个员工啊，几乎都是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很啊很浮躁，嗯，很浮躁，嗯，那内心浮躁、内心空虚这样子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很痛苦的啊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在我们世俗人的这个眼光当中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嗯，那么他是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空间啊，这个人比如说啊，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啊成功的企业家，嗯，那么他是有两个空间的，一个是外围的空间，一个是里面的小空间，嗯，那在这个外围的空间当中呢，我们像媒体宣传啊，社会各很多很多人的这些眼光都是在这个外围的这个空间当中啊，那么这个空间当中它可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啊，非常辉煌啊，这个空间，嗯，但是呢这个最小的这个空间，小空间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生活啊，个人的生活，尤其是个人的精神上的生活，嗯，啊，那么在这个外围的空间当中，是虽然是非常的成就，非常的辉煌，但是其实这个跟他的这个私人的这个生活的空间有没有关系呢？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关系的，嗯，所以。他在这个小空间当中虽然是在这个外围的空间当中是很成就的、很辉煌的，但是在这个小空间当中呢，很空虚啊，很浮躁啊，甚至是很痛苦啊，这样子，嗯，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和他自己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啊。世俗人觉得这个是成功人士，大家都很羡慕嫉妒呀，各种各样的眼光来看他啊，但是呢他自己的感受是不一定是这样子啊，他有些时候很自卑啊，有些时候很痛苦啊，有些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很多人我们看来是非常的成功啊，但是呢他有些时候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但是呢，在有些人那里，这个问题，这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到了某些人的时候，某些人的前面，已经是一个根本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已经是没有办法回答，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干。嗯，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不知道自己的生存的价值啊，生存的价值，我为什么要这样？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这跟我们昨天探讨了啊，我们比如说一个人的群体或者是一个人，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嗯，那么他的成长的过程是什么呢？第一个，当他的这个对这个世界、对物质不怎么了解啊，尤其是对这个。金钱啊、名声啊、还有地位啊，这些东西，对这些东西的这个看法啊，他的观点不成熟的时候啊，当他的看法不成熟的时候、不透彻的时候，嗯，然后呢，很多人先去追求这个物质的东西，嗯，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昨天也提到过，他总是有一个目标啊，他认为我只要有钱，我一定会很幸福的啊。那么我总有一天呢，我这样子下去的话，会有钱的啊，我会有钱的啊。那么那一天我一定会幸福的啊。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呢，还是有一种这个追求。啊，那个时候是有一种追求，所以他的生活虽然是，比如说体力劳动啊，各方面虽然是辛苦一点，但是呢，内心不是那么的空虚，比较充实啊，比较充实，嗯，但是有一天啊，他的目标，嗯，尤其是在这个金钱方面的，他的目标达到了以后呢，嗯。然后他整个人都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了，他因为他的目标达到了啊，但是呢，
这个目标啊，这个金钱啊，或者是地位、名声，对他带来的这个真正的实际的意义呢，他并不是他所想象的这样子，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这样，不是是两回事。因为过去这些东西不了解啊，从来都没有近距离或者是零距离的接触过这些东西啊。这时候呢，我跟这些东西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这些东西对我的啊，对我的这个诱惑是相当大的。但是呢，真正拥有的时候，这些东西拥有的时候啊，然后就不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些人啊很喜欢啊，就一辆高级轿车啊，或者是一栋别墅啊，或者是一种高级的手表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个宝啊，那他就奋斗了很长时间赚钱啊，有一天啊，车也好，房子也好，他卖到了，达到了目的了，那头一两个月啊，头一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当中，这个东西它会给他带来一些，带来一些满足感和这个幸福感，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满足感它是慢慢的消失，它慢慢会消失的，这种为什么啊？这它不能给他带来，这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东西呢，不能给他带来这个幸福，为什么呢？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啊，一个自然规律。我们昨天讲过这个因果的时候，我们讲过外在的因果、内在的因果，还有这个善恶因果。其中我现在讲的就是第二种因果，就是内在的因果。那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呢，它也有一种自然的规律啊，自然的规律，这个自然的规律，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的这种，我们普通人的这种内心的这个变化啊，内心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的总的规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修行修到一定的层次的，比如说佛啊、菩萨、成就智啊，那么他们都已经超越了这个，他们把这个规律打破了啊，所以呢，他们的这种自然的规律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普通人的这种内心的啊，这个变化、这个演变的过程，它是有一种自然的规律，而且这个自然的规律几乎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也是一个两的不一样啊，它不是直的不一样，完全是一样，这规律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规律是什么呢？我们总是得不到幸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自然的规律当中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它不让我们得这个幸福感，那么这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幸福感啊，就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就建立在满足感啊，满足不等于是幸福，但是呢，没有满足感是不会有幸福感的，是它的基础啊。那么满足感啊，物质给我们带来的，或者是身外的东西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这种满足感，我们可以说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就是新鲜感，新鲜感，它的基础就是新鲜感，当然，我们比如说禅定呢，之类的这些内在的东西，那它不是这样子啊，就是外在的这些身外的东西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满足感，都建立在这种新鲜感。然后呢，这所有的物质啊，所有的这些身外的东西啊，当中呢，没有一个东西是永久永恒的给我们带来新鲜感的东西，这是没有的啊。这种新鲜感有可能啊可以持续一个月、一年、两年啊这样子的时间啊，然后呢就是慢慢在这个东西的这个在我们的心里啊，它的地位啊，慢慢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没有新鲜感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审美疲劳啊。审美疲劳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很好啊，
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慢慢慢慢就淡化啊，这种感觉，这种新鲜感慢慢的淡化，然后一旦这个淡化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对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个新鲜感的时候呢，然后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满足啊，不能满足，因为我们刚刚买到一辆这个高级轿车的时候呢，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它对于我来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当中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东西，因为以前我没有用过这样的东西啊，新鲜的东西，有对这个车啊有新鲜感啊，然后有了新鲜感以后呢，我很满意啊。如果我的同事啊同学当中他们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有的话，那就我更加的满意啊，更加满意。但是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永远都给我带来这个啊新鲜感，在我的这个在我的心里永远都不会失去新鲜感的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能找到的找不到的啊，找不到的。比如说名声、地位啊，还有金钱，所有都是这样子啊，这是临时的啊，临时的，它给我们带来一个临时的新鲜感啊。然后呢，过一段时间，这个新鲜感慢慢的会消失啊。它消失的同时啊，同时在无意当中，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满足感也在啊，也在降低，越来越低，越来越降低啊。然后这个下降了以后呢，这个满足感下降以后呢，然后幸福感啊，幸福感也会下降啊，它不会，因为我们没有满足感。不满足于现状啊，不满足啊，这个东西不给我不能带来满足的时候呢，它更不会给我带来幸福。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幸福感啊，所有的幸福感就是遗失的啊，短暂的啊。所以全世界的幸福指数啊，只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数据依赖。发现的是没有增长，就一直都在下降，一直都在下降，这是这样子的原因啊。那我们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一个成功的这个企业家啊，他是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是一个商人啊，商人再成长就会变成一个企业家啊。然后企业家啊，慢慢的再变成一个资本家啊，资本家再变成一个投资家啊，投资家和这个资本家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分岔路口啊。如果这时候他有比较好的这种心灵的指导啊，心灵指导的话，那么他从一个资本家或者一个投资家，可以变成一个慈善家，它可以变成一种慈善家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他的人生啊是有意义、是有价值的。如果他可以变成一个慈善家的话，第一个他的财富啊，第一个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同时他这个爱心的付出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这个当中也有一个我们没有预料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啊，我做一个慈善家的话，实际上是我在帮助别人。那我们的一般的传统的概念当中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我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啊，这个我自己获得了更多的东西了。更多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对这个企业家来说金钱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呢不是像过去的那样子，没有过去那样子的地位了现在他已经明白这个东西是不能给他带来幸福了那么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带来幸福呢？他当一个慈善家爱心付出的过程当中呢，然后他就突然间会发现这个才是真正给他带来幸福的爱心的付出。这个我们昨天讲过呀，爱是什么？是正能量是真正的正能量那么我们的阿赖耶识或者是这个藏识当中，经常长期的储存这个
爱的种子，爱的能量啊，或者是正能量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正能量啊，经常啊影响到他的这个情绪啊。那影响的时候也是正面的，正面的、积极的、幸福的啊，这样子的，嗯。所以这时候呢，他会走向一个幸福的路啊。幸福的路，这个时候实际上不是无知啊，不是无知给他带来幸福，而是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付出啊。付出的时候，就他在无形当中啊产生了这个爱啊，然后呢，或者是这个佛教讲的慈悲啊，然后慈悲啊给他带来了这个幸福感。这样子以后呢，第一个他自己也幸福，然后他也可以帮到更多的人，这种人生是有意思的，有意义的，嗯。那另外一个就当做一个资本家或者投资家的时候，如果他没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成长的方法，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心灵的导师啊，没有一个心灵的指导的话，那么他就是永远都停留在这个物质的层面啊，物质的层面，但没有什么心灵的东西，只有停留在物质的这个层面，嗯。然后呢，这个时候物质给他带来的东西都不是幸福啊，这个时候不是幸福，因为物质在他的这个意识当中呢，没有像以前没有钱的时候的这种的地位了，已经失去了这个地位，因为没有新鲜感了，没有满足感，物质不能给他带来满足，嗯。那什么东西给他带来满足呢？其实是心灵上的东西，但是这个他还没有得到啊。物质不能给他带来幸福，然后呢，心灵是可以的，但是呢，他没有啊。在这个中间呢，是我刚刚讲的两个这个空间当中的这个自己的真正的自己的这个小范围的空间当中，他是很痛苦的啊，很痛苦的。物质不能给他带来，他奋斗了一辈子，他以为物质可以给他带来幸福，但是现在物质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啊。那么物质没有带来幸福，那我一直都追求物质呀，那什么东西给我带来幸福呢？啊，就是说实际上是心灵，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心灵上的东西，但这个没有啊。这样子以后呢，停留在这个物质，如果他不能变成一个慈善家啊，就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还是很痛苦的，内在精神上的痛苦。这个我们昨天讲过的佛教的有个叫做中观四百轮啊，四百轮的意思就是它里面有四百个这个四百菊花啊，或者是四百个结子，所以叫做四百轮啊。那就像那个里面讲的一样，我们的这个低层的社会，低层的人的痛苦啊，多数都是来自于这个肉体上的痛苦啊，吃不饱啊，穿不暖呐，啊，看不起这个病呐，啊，等等的，嗯。然后呢，上层的人啊，没有这些问题了，没有这些问题，那难道没有这些问题就没有痛苦？没有这些痛苦就没有痛苦了吗？不是，他有另外的痛苦，那是他的心灵上，主要是得不到满足的啊，就得不到满足。现在任何一个东西没有办法让他满意、满足啊。因为没有满足感，然后呢，他就是没有幸福啊，在这时候呢是很痛苦的啊，然后痛苦他自己没有一个心灵的东西的时候，然后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狂躁啊，暴躁，嗯，这样子以后呢，他这种暴躁、狂躁的这种负面的能量散发出去了以后呢，他整个在他身边的这些工作的这些同事也好，员工也好，任何一个人都感觉不到幸福啊，都感觉不到幸福，就这么一个物质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小小的暂时的这种安全感啊。温饱问题，就是简单的说，更说准确一点的话，那么温饱问题就解决了啊。但是人吃饱了以后呢，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解决啊啊。动物啊，普通的动物吃饱了以后啊，然后它的问题解决了啊，它就没有太多，它也有除了吃饱以外，它也有需求，但是呢，没有太多的啊，所以很多动物都是这样的。但是人就不一样了，吃饱了以后呢，吃饱在这人的整个这个需求当中啊，
温饱问题，我们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啊，它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也可以说它的整个需求当中呢是一个小小的一部分。人吃饱了以后呢，他想更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金钱、地位、民生等等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啊。对他来说，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他拥有的太多太多了啊，不是新鲜的东西啊。那么，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新鲜的东西，所以他没有满足感，不满足啊。有钱啊，赚到钱没有赚到钱，都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啊。有地位没有地位，有地位或者更高的地位，那个时候他对他来说呢，其实也是一回事，民生也是这样子，但是这些东西又对我们的诱惑，当我们没有拥有这些的时候，诱惑非常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东西啊，不了解。什么人了解？真正的了解的人，我想这个人类历史上就只有一个人啊，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他真正的了解啊，这些东西是什么？物质给我们可以带来什么？不可以带来什么啊？他带来了以后呢，他带来的这些东西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多长时间的这种幸福感，他都是非常清楚。然后呢，他非常的清楚地掌握了这个人的这种精神的自然的这个变化啊，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这个意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自然变化，没有得到的时候想得到，反而没有得到的东西越难得到的，我们越想得到啊。然后越容易得到的，或者是越得到的越拥有的东西，我们是越不感兴趣的啊。所以痛苦的根源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了。痛苦的根源就其实物质生活啊，其实是不需要这么的复杂，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复杂啊。其实可以简单一点，但是呢，我们经常就是在这个矛盾中间了。什么矛盾？肉体跟精神的需求啊，肉体对物质的需求其实是很简单的啊，其实很简单的。但是我们的意识对物质的这个需求，那是无边的啊，无限的，它根本没永远都没有一个限制啊。他得到了以后，对东西得到的东西不感兴趣，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新的东西啊，因为这时候他对目前拥有的东西他不感兴趣，然后他要去寻找新的东西啊，新的东西对他有诱惑，然后新的东西真正得到了以后呢，然后立即又不感兴趣，又放弃了，然后又去找新的东西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欲望啊是可以无限的膨胀的，无限膨胀到死为止，到死的那一天都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满足的一天。他都一直都，很多人都是死的时候，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还是对这个社会啊，对人生啊，对生活啊，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啊，各种各样的抱怨啊，在不满和这个抱怨的这种负能量的啊影响下，他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会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肯定没有好的这个下落啊。所以这两个问题啊，没有解决的话啊，这两个矛盾没有解决的话，那我们一直都活在这个肉体的需求跟这个意识的需求这个矛盾的中间。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禅定是来干什么呢？就是化解这个矛盾啊，化解这个矛盾。肉体它需要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啊，比如说温饱问题，这个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幸福，连快乐都谈不上，那更谈不上幸福了。这个是要解决了，但是这个解决完了以后呢，我们要用一种方法去适当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意识啊，意识。如果不去调整啊，不去调整的话，它是要无限的这个膨胀。在这个无限的膨胀当中啊，它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大部分啊，绝大多数的都是负面的东西啊，焦虑犹豫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调整啊，那调整的方法是什么呢？调整的方法啊，是用禅定啊，用禅定来调整啊。所以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无论是信佛的人也好啊，不信佛的人也好，或者是信基督的也好，或者是无神论者也好啊，那是个人的这个信仰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人类的这种啊意识的一个自然的演变的过程，它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所有人都是这样子，这个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嗯，那如果这个不调整的话啊，不调整不控制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就感觉不到生活的幸生活当中的幸福，生活物质其实他这种人的这个生活，所谓的生活实际上就是物质生活了啊，没有什么心灵的生活，就是物质生活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物质生活如果不善用物质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给他带来幸福啊，他又没有做到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然后呢也没有去帮助别人啊，回报社会啊，也没有做到这样子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自己也不痛苦啊，自己也不幸福，不开心，嗯，然后把这个自己不开心的东西散发出来了以后呢，他的所有的这些员工啊他的亲戚朋友啊，都一靠近这个人的时候都不幸福，嗯，都不幸福，因为他身上发出来的、散发出来的东西是负能量啊，负能量，负能量是消极的、痛苦的，这个是没有办法让人幸福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人生是就没有太多的意义，变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啊。那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心灵上的调整啊，调整，嗯，这个调整呢，有信仰也可以啊。有信仰当然可以做得更好啊，更好一点，嗯，但是没有信仰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信仰的人啊，也是痛苦呀。这个我们并不是说有信仰的人的内心世界是这样子，他所以需要信仰啊。没有信仰的，比如说唯物论者，他的内心世界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都是一样的，嗯。如果他的这个内心世界不解决的话，物质还是。他的观点是唯物，但是呢，他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免不了人本来就，这个并不是说有信仰的人的生活有心灵和这个物质，然后有信仰的人是物质和精神啊的组合，然后没有信仰的人仅仅是一个物质，他的生活也就是一个物质生活，不能这么说啊。没有信仰的人唯物论者，他的观点是唯物论者，但是他同时也是。精神和肉体的组合啊，他的生活当中也是有两种生活了，但是呢现在啊，他的这种生活是严重的失去平衡，这个物质生活这物质生活这当中呢太多了，精神生活当中这个领域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这样子严重失去平衡的时候呢，然后就不幸福啊，不幸福啊。那我们所有的人的追求啊，追求就是幸福，那么这个物质不能带来幸福，那它给我带来什么东西呢？啊，它带来的东西是我们需要的吗？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吗？嗯，这个时候我们啊，有信仰的人或者没有信仰的人啊，都需要这个调节的方法啊，心灵的调节，这个是最重要了，精神世界。嗯，那精神世界调整的方法啊，是什么？就是禅啊，就是禅的修法啊，禅啊，是什么？就是调节啊内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矛盾的一种方法啊，叫做禅啊。而且这个禅啊，这个调整的力量不是来自于物质，而是来自于精神它自己本身啊。这样子以后呢，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调整自己啊，摆平他自己的位置，这样子是最理想的啊，最适合的啊。所以禅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尤其是现代人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精神都是很浮躁的啊，很浮躁。我们虽然是有一点点信仰，但是呢也没有这个认认真真的去修。
啊，没有去训练的这种人啊，也是精神上也是啊，这个有也是这个很啊，这个浮躁的，也是很浮躁的。那根本没有信仰的人就更加的浮躁，啊。这个调节的方法、弥补的方法、调整的方法叫做禅啊。首先，我们要认识禅，禅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啊，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禅啊？啊，禅对我们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我们很多人都是功利主义啊。那么，我们首先肯定要考虑一个，它跟我有什么帮助呢？啊，它对我带来什么？我学这东西，它对我有什么利益呢？我们肯定首先第一个考虑的就是这个啊。我们可能很多人并不会考虑啊，我学了以后呢，我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可以更加的更好的帮助其他人呢？我们可能很多人不会这样子考虑。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要学呢？学了以后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啊，我们会这样子啊。那是好处啊，简单的说啊，禅的最基本的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禅的这个作用啊，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一个啊，什么是禅？然后第二什么是禅？这个是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禅的这个对我们的帮助，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禅啊？到底什么叫做禅？我们平时在大街上素餐厅啊，还有这个茶馆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地方呢，我们都看到一个字，就是禅这个字。啊，禅这个字，似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似乎就是把所有的什么饮食呀等等，跟禅这个字挂钩了以后呢，所有东西似乎是变得很高档一样的。嗯，所以跟禅啊，我们经常喜欢用这个禅字。嗯，那么到底禅是什么呢？啊，它的本质啊，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嗯，禅这个字啊。对这个汉语来说，禅它是一个外来的词啊，外来词啊，是最早的这个印度的这个梵文里面呢，就是说三摩地这就是禅的意思。然后翻译到中文以后呢，我们有些时候说三摩地啊，有些时候会说三摩地，有些时候把它简略了以后呢就会说禅啊。三摩地啊，三摩地和禅的这个字啊，是这个发音啊比较接近，但这个我们不需要研究了啊。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禅三摩地的意思是什么啊？三摩地的意思啊，三摩地里面在中文里面呢，还有禅的旁边再加一个定啊，定字禅定啊，禅定这两个字，第一个三摩地啊。萨姆的这个印度的梵文的音禅定两个比较接近啊，然后我们在禅的旁边加了一个定字的时候呢，定就是把我们的心啊，这个很浮躁的这个精神世界啊，平静稳定一个这样子的意思啊，定啊就是定下来了啊，定下来没有这个内心的这种这个幅度啊，波动的幅度啊，没有那么幅度，没有那么高，要平稳啊，定就是这样子的意思，禅定。简单的说，禅定是通过一种内心的一种自我的调整的方式，来把我们的波动的幅度相当大的这种内心没有办法平静没有办法宁静的这种内心世界把它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宁静下来平静下来这种方法叫做定禅定禅定就是一个这样子。然后这种方法呢，我们可以给某一种宗教的信仰可以挂钩
啊，这样子以后呢，它就变成另外的一种，它不仅仅是一个把人的内心定下来啊，它还有其他的丰富的内容。嗯，如果跟任何的一个宗教啊不连在一起的话，那么它就像瑜伽啊，它就像瑜伽一样，它就是瑜伽，就是我们的一种养生的方法啊。那么禅也是一种调整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方法啊，然后它可以说它跟任何宗教都是没有关系的，可以这么说啊。它可以从这个信仰里面呢啊，它可以摆脱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说它可以跟任何的宗教都有关系的啊。为什么呢？尤其是佛教啊，禅就是佛教的核心啊。佛教给我们讲的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禅。通过禅来啊调整自己的内心世界啊，这样子。然后除了佛教啊，除了佛教以外，像印度教这样子的其他的宗教也有禅啊，都也有禅。但是呢，这个禅跟佛教的禅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但是他们实际上也是有禅啊，这样子的。简单的说，第一个什么是禅啊，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啊，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禅的分类啊，到底这个禅有多少种啊？禅呢，总的分类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当然，禅每一个冥想的方法啊，是有很多很多的，包括佛教里面都有很多种禅啊，这个是说不清楚的这个。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啊三种这个不同的禅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有思维的禅啊，有思维的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静下来啊，心静下来，然后去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静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的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我要知道啊，我们人的观点啊。我们对物质的这个要求啊，或者是我们对物质的这个认识啊，对生命的认识，对物质的认识，对现实的认识，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啊，非常有局限性的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啊，这个比如说一个物质的变化啊，物质的变化。我们稍稍了解，但是呢，我们没有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带来了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的痛苦，尤其是精神上的痛苦啊，它是来自于什么呢？往往就是现实跟我们的认识啊，跟我们的认知。有所不同的时候，有所违背的时候，有所矛盾的时候，然后在这个矛盾中间会产生内心的痛苦啊。物质它不一定跟着我们的想法去发展啊，它不一定的啊。然后它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啊去发展变化的时候呢，然后我不接受啊，我就不接受这个现状啊，不接受那么所谓的不接受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不接受的时候呢，它没有满足我的意思物质的变化，它的变化的方向是另外一种方向。我要的，我希望的我的需求是又是另外一个方向啊。这两个没有走到一起的时候呢，然后我就不想接受这个现状啊，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现状然后我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呢，不愿意接受的时候，然后他会给我带来这个痛苦我们的痛苦都是这样子来的那我们现在要学会什么呢？要学会什么呢？要学会跟着这个现状跟着现状走跟着现状走这个我们从现在的说法来讲的话，这叫做活在当下。从佛教的角度讲，从佛教的语言讲，这叫做随缘随缘。随缘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昨天讲过因缘因缘因缘它决定这个事物的发展的方向因缘那么
我们随跟随因缘，跟随因缘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心服也好啊，不心服也好啊，我内心啊可以容纳我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可以容纳啊。如果容纳的话，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物质事物的变化跟我的这个需求啊就走到一起了，无论是好的方向也不好的方向，好的不好的方向的发展，至少我也没有去排斥呀拒绝啊。这样子以后呢，它虽然是一个啊使人带来痛苦的东西，但是呢因为我接受了以后呢啊，它没有给我带来痛苦，没有带来痛苦。比如说啊，比如说亲人的这个离开啊，比如说父母去世了呀 啊或者是离婚了呀，或者是分手啊啊等等啊，这东西啊，它是一个是客观的一个事物的变化，它是一个客观的事物的变化，嗯，但是这个变化对一个人的打击的程度是要以什么东西来决定呢？嗯，如果我的意识啊我的意识跟着这个事物的它本身的发展走，至少我能够接受的话，那么分手也好啊，亲人的离去也好，离开也好，这东西呢啊不会给我带来太大的这个打击啊，就是说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这个痛苦，嗯，这个时候啊，如果我拒绝接受这个现状的话啊，那我们的拒绝对这个现状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它一定要这样子变化，它不是因为我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呢，它自己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啊啊，比如说朋友的这种分手啊，这不是我想分就分，不是我不想分就不分，它是有一个它自身分有一个分的这个我们昨天讲的因和缘，不分有一个不分的因和缘，它是它自身的因缘来决定分手和不分手啊，不是我想分不分，嗯，那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拒绝啊，我的拒绝啊，这个时候呢，嗯，不起任何的作用，这个事物的发展是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了啊，它要发展到什么样的方向，就它自己的因缘怎么决定啊，它就怎么发展，嗯，那这时候呢，我们的拒绝能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啊，是我自身的内心世界当中的痛苦啊，它唯一起到作用就是这个啊。它对事物的发展是不会起到任何，它好的方面的发展，不好方面的发展，它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它我现在当时的这个拒绝是只有增加了我自己的啊烦恼，我自己的痛苦，然后呢，这个痛苦严重了以后呢，它也会伤害到我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啊。那所以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如果你要改造的话，那么就是从因缘上下手啊，这个是非常科学的、非常合理的一种改造事物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因缘上面我们没有去改变啊，我只拒绝这个果啊，这个因果当中的这个果，我只拒绝它啊是没有用的啊。这种拒绝啊，这种拒绝的心态啊，这种拒绝的心态，它也是一种因。那么它的果是什么呢？它的果就是让我自己更加的痛苦，更加的烦恼啊，这样子的，嗯。所以我们啊，要学会这个跟着这个现状走啊。这个我昨天也讲过了，释迦牟尼佛从来都没有给我们教逃避现实的方法，这个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嗯，没有办法。那么佛给我们教的是什么呢？他教的都是面对的方法。比如说一个某一个事物的发展啊，他现在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呢，不是我想要的方向啊，这个方向啊，而是我不想啊要的，这个恰好是这个方向啊，相反的啊。那么相反的这个发展，我拒绝是没有用的，我拒绝了，改变不了它，嗯，改变不了它啊。如果我要改变的话，在这个之前就要改变它的因和缘
啊，这个是比较科学的，但这个已经来不及了。它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它已经到了这个因缘的阶段，果了。它现在是果的阶段，它已经发生了这个过啊。那果我直接去拒绝，这个是没有用的，只能我自己更加的痛苦。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面对它啊，面对，面对现状啊，现状啊，很多很多是很残酷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我学会了跟着他走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实际上也不一定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痛苦呀，没有一个绝对的痛苦，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幸福。嗯，幸福可以变成痛苦，痛苦也可以变成幸福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啊，跟着事物的这个。发展走，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接受啊，学会接受啊。在这个之前呢，我愿意接受的东西我接受啊，我不愿意的我不接受，这样子。嗯，但是这个事物的发展是这发展的过程是不是不会跟着我的意思走啊，他要跟着他自己的因缘走。嗯，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发展的方向跟我要的东西违背啊，违背，而且我去拒绝的时候呢，然后所有的啊，所有的精神上的问题都是来自于这个地方了。嗯，焦虑呀、孤独呀、自闭呀，而尤其是这个最严重的抑郁症啊，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东西是物质发展的方向和我们所要的东西违背，然后在这个违背的时候，我不跟着他走啊，然后我要坚持我的这个需求，然后去拒绝啊，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的这个精神的这种拒绝啊，不但是没有改变这个现状，而且我自己的内心啊，世界越来弄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最后就是抑郁症，最后不行了就跳楼自杀，有这种问题。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啊，学会一个方法啊。这是什么呢？去接受啊，接受面对啊。那我刚刚讲的有思维的这个参是什么意思呢？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接受啊，我接受啊，就是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很多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思考问题啊，我们思考我们对人生的了解啊，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啊。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啊，世界观，这都是非常非常的表面啊，是表面的、皮毛的啊，深层次的东西我们几乎不了解，尤其是心灵方面的啊，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我们几乎都不知道啊。人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比如说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我只知道我眼前的啊这一点。嗯，然后除了这个眼前的这一点以后呢，我是怎么来的我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要往哪里走我知道吗？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只知道生命的中间的这一界啊，然后除了这一界以外，之前之后都是非常模糊的啊，根本就不知道啊，根本就不知道啊。然后眼前的这一节当中啊，我们了解的所谓的了解也是非常的皮毛的东西啊。那这么一个我们了解的这个我们的见解是这么皮毛啊，这么表面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事这个价值观，它会主导我们的生活啊，生活它会主导我们的生活，间接。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眼睛先看路啊，看好了就会走啊。所以我们对什么东西有需求，对什么东西没有需求，这一切都是以我们的三种观点来决定啊，人生观、生命观、价值观，这三种观点价值啊来决定啊。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观点呢啊，都是非常的皮毛啊。那么一个这么皮毛的表面的这个观点来主导我的生活，那我这个生活当中会得到幸福吗？嗯，这就很难。他根本就不了解事物的变化
他了解的是一个非常表面的变化，那么这个表面的变化他是用他的要求去变一切这个事物，他希望就是他的要求去变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不可能的。世界的变化小范围大范围的这个变化，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因缘这个因缘我们根本就不了解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善恶因果，善恶因果我们绝大多数人不相信因果不相信因果，根本就不认为，比如说我今天杀生了偷盗了，只要没有人发现我就不需要负这个法律责任，只要不需要负法律责任那我就没事了根本就不知道他在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给我带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么这些事物的发展的规律我们都不了解那我的要求肯定也是非常的不符合事实的一个这样子的要求那这个要求是不符合自然的规律的变自然的规律那么这时候呢自然的规律它有它的规律，它有它的变化发展的方向，然后我们的很多时候这个规律这个变化跟我们的这个要求是违背的，这时候如果我们不跟着它走，我们不跟他走，不这个随缘不懂得随缘的话，那这时候这个拒绝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痛苦打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关起门来就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思考什么呢？思考时节思考生命思考这个什么东西是有价值，什么东西没有价值我们人真正的需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我现在的一个人的需要需求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是四五岁的小孩的时候，我们的需要是肯定是玩具了那么这个玩具是对你来说一辈子都是你的需求吗？当然肯定不是了肯定不是当你是一个三五岁的小孩的时候非常喜欢的这些玩具这肯定是玩具，没有别的东西，喜欢的东西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根本就在你的心目当中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东西，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对物质也就是这样子，所有的物质所有东西都是会需求不一样的通过不同的观点或者是通过年龄的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个需求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终身需要的或者是生生死死在我们的这个中，只要我这个生命存在我需要的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们想过吗？我们很多人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一辈子拼命的去做的这些事情，有可能是我实际上是不需要的东西然后我真正需要的，我这个生命真正需要的东西，有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也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一个小时都没有花根本就没有忽略了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痛苦所以我们要静下心来静下心来，把门关上，把心静下来，然后去思考一些思考一些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佛教的这个必修的这个功课，而且是最基本的这个功课里面呢，有一个叫做人生无常人生无常人生无常或者是寿命无常的意思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它也是一种禅定也是一种禅定但是这个禅定是它并不是什么也不想，它是有思维的我比如说我就是安排这个24小时当中就抽出一个小时
那么在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把门关上，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呢，公司的事情呢，家庭的事什么都不想，我就只去想一个，只去思考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无常，无常，无常的意思就是说，万事万物，包括我自己的一切，都是在一个非常说不清楚的这个因缘当中变化，变化，它的。比如说我们的生命啊，我们拥有的一切，比如说包括你们的婚姻、家庭啊、财产啊等等等等，一切包括我们所有人的幸福感呢，内在的、外在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啊，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或者是千万分之一当中都在变化，都在变化。没有一个是固定的东西，都在变化啊，而且它的变化的方向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啊。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在家人，他会希望他的婚姻、他的家庭永远都是这样子非常好啊，就停留在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当中啊。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啊，或者很多很多啊，都永远都是很好的，但是这是我们的需求，我们的希望。但是呢，它自身真正的这个它的变化呢，它是在这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当中也在变化啊。那么它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就是它的因缘决定啊。那它的因缘当中有什么东西？它的因缘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因素啊，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我们这些微观的当中，比如说一秒钟的万分之一的变化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个变化也是说不清楚的，家庭啊、婚姻啊等等，财产啊，这些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任何人都说不清楚，因为它的因缘当中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啊。所以这是现状啊。然后我们静下心来思考什么？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啊。要一定要知道啊，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那这个变化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啊，这样子思考有什么用呢？比如说你自己的过去的福报，或者是你现在的努力啊，你非常的成功，在上节里面很成功，那你立即要知道，这也是变化。我现在成功啊，但是我明年能不能成功不好说啊，我再往后能不能成功我也不好说啊。这样子以后呢，他对这个所谓的成功有这样子的非常深入的了解的时候呢，如果他赚到钱啊，他一定会善用这个资源啊，善用资源。他知道这个是变化的，在我的手里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让它发挥它的作用啊，让它发挥它的作用，让它发光啊。那钱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把钱拿去帮助更多的人啊，这个当然是它的这个最大，它钱能够做到的也是这个啊。然后第二个呢，它没有傲慢心，不骄傲啊，不骄傲。比如说一个非常成功的、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啊，那么他除了这个身外的东西、这物质以外呢，这些物质啊、这些东西啊，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心里面啊还有贪、还有嗔、痴、慢、疑啊，这些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五毒啊。这些都是毒啊，人的心里有贪嗔痴慢，这样子以后呢，这是毒素啊，就像这个电脑的软件里面进入病毒一样，谁的心里有这些东西，那这个是一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错误的选择啊、痛苦啊都会有的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他也不会啊，这样指导了以后呢，他也不会这个痛苦骄傲啊，然后
善啊，善用啊这个财富，然后比如说他这种观点呢、啊，他知道这个一切都是无常的话，那么有一天啊，如果他真的是破产了的话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也至少在心灵上啊、精神上没有这些痛苦了啊，他知道这个是现状啊。这个是无常，无常就是这样，这叫做无常啊！他早有准备，如果有一天他非常成功的话，他也不会太过度的去执着这个东西啊。他会想到我现在成功，但是呢，这个以后是不好说啊，说不清楚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很多人啊，都不去思考我这一辈子我拥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生命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我拥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我真的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这叫做佛教里面的第二个，就是人生难得呀，第一个啊，等等啊，有这样子的思考的一些禅，这个也叫做禅。那他去思考了很多问题以后呢，他非常深入的了解啊事物的变化、事物的发展的过程，这样子以后呢，他了解的非常透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需求会跟着这个事物的变化走，也叫做随缘随因缘。随了因缘以后呢，有了这个事物的发展，有这样子的变化的时候呢，那他的内心世界就不会去拒绝这些东西啊，不能拒绝的东西他不拒绝。但是这个不等于他不奋斗啊，不等于他不上进啊，不等于他很消极，不等于他这个不积极。为什么呢？可以改变，但是改变呢，我只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现状是没有用的啊！我可以跟着这个发展走，但是我想变化、改变它的话，那么它从它的因啊，从它的因缘上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这样的这个思维啊，在佛教里面很多啊，佛教里面很多啊，这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深入的去了解人生啊，深入的去了解生命的真相啊。其实佛教就是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佛教里面真的是充满了这个智慧啊，人生智慧啊。这些智慧有信仰的人可以用来作为一个解脱的方法，没有信仰的人呢可以用来作为主导自己的生活啊，可以作为一个生活的智慧、人生的智慧都可以的，这叫做有思维的禅啊，这叫做有思维的禅，它是有思维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啊，还有一个是，比如说爱心啊，爱心。慈悲心佛教里面讲慈悲心，那这个慈悲心是真正的我们的所有的幸福啊，所有的幸福快乐的源泉啊，就是这个慈悲心，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成功的力量，也就是来自于这个慈悲心，那这慈悲心呢，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可以这个培养的。可以培养啊，这种方法是可以培养的，慈悲心也是通过这种方法培养，也就静下心来啊，然后去思考啊，它有这个里面就有很多思考的这个方式，那通过这种方式去思考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根本就是没有慈悲心的，非常自私的一个功利主义的人，但是呢，通过这种方法，这个人是可以改变的，他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培养成一个无私的一个这样的有爱心的人，这个是完全可以的，那这个培养的方法呢首先这个方法我们去学学完了以后呢静下心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自我培养这样子，这也叫做这个有思维的禅就是这样子的简单的说这样的，具体的方法
我们今天啊就不介绍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那就是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啊，进一步的了解到什么地方去找寻找这个方式呢？第一个是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里面才有这个啊，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个慈悲心，小乘佛教啊，比如说上座部啊，云南的上座部，泰国、缅甸的佛教里面呢，也讲慈悲心啊，它也不是没有慈悲心，所有的佛教都讲这个慈悲心，但是真正的这个慈悲心啊，普通的这种慈悲心、爱心升级啊，升级到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级别啊，这种方法呢，只有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里面才有这个这样子的方法。大乘佛教是韩川佛教、藏川佛教，这些都叫做大乘佛教啊。这大乘佛教里面才有，有这种方法。那我们通过如果有这个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啊这些方法，去学，学完了以后呢，然后自己去打坐修心啊。这样子以后呢，第一个我们非常深入地了解了这个生命的真相啊，佛教真正他最感兴趣的啊，佛教最感兴趣的，他不是任何一个鬼，任何一个神啊，他对鬼神是不感兴趣的，佛教也不崇拜任何鬼和神啊，包括万能神啊、造物主呀、什么都，他不但是不崇拜这些，而且从根本上去否定这些的存在啊。那么佛教他感兴趣的是什么？他感兴趣从观点上来讲，他感兴趣的最感兴趣的就是食物的真相啊，生命的真相。他为了探索啊，为了探索生命的真相，去大作呀，有知就去了解体悟啊，都有的啊。这个思维啊，有思维的这个当中的这个有思维的参的一部分也是这个，他要了解事物的发展，为什么这样子发展？他为什么不跟着我的想法去发展呢？他为什么要相反的去啊？我要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一辈子都是希望他给我带来幸福，往这个方向变化，但是他不这样子变化，他为什么这样啊？相反的去变化呢？啊，这个原因肯定是有原因的啊，原因在哪里啊？他一直都在探索这些啊，这叫做有思维的禅啊，有思维的禅就是这样子的，这以上是有思维的禅啊。然后第二啊是没有思维的禅啊，没有思维的禅啊。那没有思维的禅是什么样子呢？没有思维的禅是心里什么都不想啊，不去探索啊，不去追求啊，不去研究，什么都不想，把我们的这些情绪啊，负面的、毁灭性的，或者是好的、不好的，所有的念头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来，消失啊，让它无影无踪消失，那消失了以后呢啊，通过有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去训练的时候呢，最后我们完全可以达到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念头啊，没有任何的杂念，可以达到一个，可以进入一个这样子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当中呢，它没有时空的概念啊，时间空间它没有这样子的时空，至少它自己感觉不到时空的观念，感觉不到时空的存在啊。那这个状态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没有任何负面的情绪。比如说，当我们非常不开心的时候啊，非常焦虑的时候啊，非常焦虑的时候，如果稍稍有一点点这个训练啊，稍稍有一点点经验的话，那就一下子静下来了以后呢，它可以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啊，这个状态当中，然后进入了这个状态以后呢，这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负面的情绪。那这样子以后呢，他把精神上的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啊。有些人会想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鸵鸟式的一种挥笔的方式呢？啊，虽然是你静下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但是呢，你出来了以后呢，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还是存在呀，是现实呀，啊，是呀，生活当中的这个有些不离的啊，我们不想看到的这些东西呢，不是我们可以大做就可以改变它，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如果不怎么解决的话，我的这些精神上的这个拒绝啊，这个不接受啊，这些东西呢，它不但是没有改变啊，它不但是不能改变现状，而且给我们自己带来啊更多的痛苦。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有可能我们的精神啊上出问题，比如说得抑郁症呢啊，然后就是最后想不通了，走这个极端的路啊，都有可能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呢，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解决啊。这是没有这个思维的禅定啊。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禅定就是这种禅定，然后这个是可以兼雅，可以兼雅啊。西方的心理学家也说啊，五分钟的这个冥想。五分钟的冥想等于是一个小时的输水啊，非常深，非常这个深入的深度的睡眠。所以很多人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很多人失眠如果不失眠睡着了，也就是经常做各种各样的噩梦然后晚上睡不好这样子以后呢，白天的这个工作效率非常非常的低工作效率非常低，这样子以后呢，人慢慢的会变成越来越浮躁、狂躁、暴躁情绪最后导致什么呢就是导致，比如说是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比如说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管理层的人的话，那么他的会很多人离开他的，他流失他的人才如果是家庭有可能家庭的这个破碎都有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就是这些。这时候是必须要通过这种方法来调整，这样子以后呢，这一系列的不好的这些恶性循环的这些后果，全部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是可以解决的每天晚上这个睡觉之前我们比如说这种狂躁的人或者是失眠的人坚持20分钟左右的这种打坐这个打坐的方式，具体的方式我们等一下要简单的介绍通过这种方法打坐的话，完全是可以调整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我们不能想得太简单了，比如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一天、两天就解决了，这个不是这样，要长期的要长期的这个训练，这样子以后呢，五分钟的这个冥想冥想就是打坐心里面想什么东西，或者是不想什么五分钟的冥想也就可以西方心理学研究了就是可以等于是睡一个小时其实这个佛教里面呢，很早以前就说得很清楚了，这个是有很多不只是调节睡眠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更好的这个作用那这叫做不思维没有思考的禅定这叫做没有思考的禅定这个具体方法我们等一下再说一下这是第二然后第三是这个佛教的禅这个是佛教里面的禅，这个是除了佛教以外其他的任何宗教里面都没有这种禅这叫做智慧禅智慧禅智慧禅是禅宗所讲的这个禅，然后呢，藏传佛教的像大圆满、大手淫、大维德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方法秘法，它最后在追求什么呢？也就是在追求通过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渠道它最后要得到的它的目标，也就是这个智慧禅智慧禅
达摩祖师啊，当年到中国传这个禅宗的时候，传的禅也就是这个智慧禅啊。那么智慧禅啊，智慧禅是什么呢？它就是体悟啊，或者是证悟了最终极的生命的真相啊，最终极的生命的真相啊，彻底的解决了啊。解决了不符合世事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观点啊，以及这些观点导致的很多的烦恼啊，贪嗔痴等等，这个也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就讲的这个证悟空心呐、证悟空心啊，证悟生命的真相，彻底的证悟了生命的真相啊。那这个是从源头上啊，这不仅仅是一个改善生命的改善睡眠呐、改善这个减压啊、减轻压力啊，它不是一个这样的，它是从源头上把所有的这些啊贪嗔痴这些烦恼全部解决了啊，这个叫做智慧禅啊。那么这每一个禅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方式啊。有思维的禅啊，具体的他去思维什么东西呢？去思考什么东西呢？然后没有思维的禅啊，那没有思维的禅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没有思维呢？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呀，就是没有思考，没有去这个去想什么事情要静下来，静个一分钟啊，也很难的，也很难。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到没有思维啊？人的这个思维的这个精神世界啊，它是一个非常它的活动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这个活动，这跟物质不一样。这物质呢，至少我们在表面上看它是一个静态的啊静止的状态，但是精神就不一样了，精神它不是想这个就想那个，它经常都是它不会停下来的啊。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它静下来啊？而且这个静下来了以后呢，就在这个宁静的状态当中停滞啊，这个是有方法的啊，没有这个方法不行。这个是第二啊。第三，这个智慧禅啊，那智慧禅如果我们要修智慧禅，那这个是肯定要下很大的功夫才是可以的啊。佛教里面就讲了一系列的这个方法啊，尤其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些方法啊，它讲得非常的规范啊，就是有最基础的啊，就像我们小学的课程啊，然后呢，这个基础的课程做完了以后呢，再去完成什么样的功课，就像中学的课程一样啊，然后就是最后的最高端的这个课程，就像大学的或者是博士后的课程一样，最后的课程啊，从最基础到最后的这个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方法课程讲得非常的清楚，只要我们用心去做的话，方法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一点都不模糊，而且非常规范啊，非常规范。我就这个做完了，再去做那个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也是这样，他很向往佛教佛陀的智慧，但是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啊，怎么样去获得啊这个佛陀的智慧当中的一部分啊，我们不敢说佛陀的全部的智慧啊，全部的智慧那我们就成佛了啊。但是呢，佛陀的一部分的智慧，如果我们有一部分的智慧，那这个智慧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的话，那么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让我们非常不开心的事情啊，非常苦恼的这个事情都可以化解啊，佛陀的智慧一部分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学啊，从哪里入手，先做什么，再去做什么，都很
都是大家都很不清楚。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佛教就是它佛经里面讲的是非常好，这个是很深奥的道理，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人把这个系统，我们教育方面呢，这个佛教的教育它的这个体系不完整不完整。就像我们的寺庙都是烧香拜佛的地方过去就不是了，中国寺庙很多都叫做禅师某某禅师某某禅师。禅师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烧香拜佛的地方，而是大作修心训练的地方，训练的地方训练的地方也就是说，比如说科学家的实验室，他是他自己去研究某一个项目的这个地方场地那思源就是探索生命的最终极的这个真相的这些人搞研究的地方，也是一种实验室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寺院呢，都是烧香拜佛的地方都很多都已经被严重的商业化了严重的商业，连烧香拜佛也就虔诚的烧香拜佛都很难都很难，都是商业化了。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寺庙，连寺庙都商业化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心灵的归属呢？没有什么心灵的归属了那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那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寺庙里面也找不到这样子的心灵的归属，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自己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家里修行学习把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就作为我们的这个心灵的实验室心灵的实验室。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那我们比如说在阳台上设一个小小的这个房子那么这里面呢就设一个简单的佛堂那么有了这些佛像佛教的音乐有了这个环境以后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我们一进入这个佛堂的时候这种感觉，这种气场是跟其他的房间是不一样的就通过这些物质的力量就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让我们这个心可以静下来就是心静下来没有那么的浮躁在这种场合，在这种这个地方去思考一些比较深层次的这个生命的真相，是比较容易进入这个状态，比较容易找到这种感觉那其他的这些场合呢不一样了，在这种场合心静下静不下来然后就是没有这种磁场，没有这种气场所以就是很本来就是一进入这个场合，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念头都出来冒出来控制，想控制都控制不了。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佛堂的话是有帮助那么在这个佛堂里面呢，我自己学习自己学习，通过我们现在的学佛的条件，因为这个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方便我们可以在网上看音频视频光盘看书等等还有就是我如果有这种面对面的这种交谈的话，那是更好的学习完了以后呢，自己去把这些课程这些课程一步一步的完成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我们可以做到最后，有可能做到这个智慧禅但是智慧禅的要求是比较高如果有兴趣的话，那这个叫做学佛了，这个时候是需要心养这个是没有心养的话是做不到的。我们今天讲的一部分呢，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心养，可以用这些东西可以调节自己的心灵的状态那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像智慧禅这样子的东西呢，那是需要心养了，那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你想有信仰，然后也有一些意识
然后有很多这一类的啊，这样子以后呢，他最后才可以达到这个。那这个是学佛的人的佛教徒的事情了啊。一共就有这么三个，一共啊就有这么三个这个禅定啊，这就是禅定的分类。这每一个都有知有方法，其中我觉得啊，就是一个还没有学佛的啊，也就是还没有什么信仰的，也不打算有什么信仰的啊，这种人呢，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是第二种这个禅啊，没有思维的这种禅。没有思维的禅也有方法啊，把这个方法学好，学完了以后呢，平时啊出差的时候也好啊，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如果你有个15分钟啊20分钟的时间是没有人来打搅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门关上，在办公室也可以完成这个训练啊，办公室也可以，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在飞机上也可以，在火车上也可以啊，如果自己不需要开车的话，在车上啊也可以。当然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说这个是比较容易受外来的这个干扰啊，但是这些场合或者这些地方也不是不能训练，也是可以训练的。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一些很多的这些物质的这个追求啊，物质追求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啊，还有就是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非常非常负面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就累积在什么地方，没有累积在我们的肉体上啊，没有累积在我们的大脑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二是累积在我们的堆积在我们的精神上啊，心理啊，所有的东西都是累积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的心当然很浮躁啊，当然不幸福啊，这个很自然的。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把清理一下啊，自己的内心世界清理一下，一些不要的东西啊，或者是有毒的东西啊，这些垃圾的东西把它清理掉啊，清理掉，尽量的储存一些正能量的这方面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啊，就人活得也啊很幸福很开心啊，不但是自己幸福，而且家人啊、员工啊、同事同学等等，给其他人啊，只要有一个内心有爱心的人啊在一起的话，交谈啊，或者是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你虽然没有说什么爱心方面的话啊，也没有传播什么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呢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我们非常有经验的。比如说我们平时接近一些啊非常有修心的这些老一辈的这些修心人啊修心人啊，他虽然没有给我穿什么东西，他没有给我灌输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交流啊，很普通的一个交谈啊，或者是一个很不普通的一个接触啊，但是呢在无形当中啊，我就在他那里感觉到的啊，或者是不是通过语言啊，不是通过其他的方法，但是呢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能量给我啊传递给我的另外一种非常啊这个祥和啊平静宁静幸福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我就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欣喜啊，这个是可以亲身经历的啊。那么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有没有给我讲啊？他有没有通过其他的方法给我传播这些东西？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他的精神的力量啊，他的内心世界当中就是充满了这种正能量啊，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慈悲心啊、爱啊、啊等等这些正面的东西。那么他的精神的这个精神的力量，他可以影响到其他人，那这个也叫做
用现代语言讲，这个叫做意识薄啊，它也是一种薄啊，它也是一种薄。当然，这是一种假设，谁知道这是一种薄的形式还是什么的形式，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些物质的这些通讯啊，什么东西的传播都是通过空气也好，通过光也好，都是薄的形式传播，所以我们会说这叫做意识薄啊，是意识的一个薄啊，精神的一种薄动，其实不一定是一种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传播的，就说不清楚的。精神上的东西是无形的东西啊，这无形的东西是不好说，但是它的确是给我们传播了一个多，这是我们自己感受到了啊，这不是别人说的，是我自己感受到了，所以我们平时都会有这样子啊。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一些非常邪恶的人啊，他表面上啊根本没有说啊我不愿意听的话啊，他也没有任何的动作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啊，这是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交谈，也是一个很普通的接触，但是呢他不知道是通过一种什么啊什么薄或者是什么东西啊给我传递一个负能量啊，负能量接住了以后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啊，我什么东西都不顺利啊，什么东西都不顺利，然后呢不开心啊，莫名其妙，他根本没有打我呀，没有骂我呀，啊，他没有夺走我的任何东西呀，但是呢，就给我传递了一个这样子的能量，他也不是故意的呀，他也不是故意，他没有这个意思啊，他不是恶意的把一个负面的东西传给你，他没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充满了这种邪恶的负能量啊，那么负能量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任何一个人靠近这个人，进入到这个人的这个啊意识薄啊意识薄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呢，然后这些人啊，这些人就像我们的手机上的这个接收器一样啊，一个寻通讯信号的接收器一样，我的意识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接收器啊，它的这个意识呢，是一个发射器啊，那么它发射出来的东西，我收到了这种讯号啊，然后就我不顺利啊，不开心呢啊，甚至这个很长时间都恢复不了的，比如说一个星期啊，一天呐、啊，或者几个小时呀、啊，或者一个月呀 啊，这个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要去啊，到寺院去烧香拜佛呀，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法去处理呀，或者自己打坐呀，啊，这样子都有的啊。所以，这个精神的能量啊，精神的能量，我们平时很多人都会忽略它，但是实际上我们昨天也讲过了，最强的能量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能量，其次就是精神的力量，物质的力量呢其实是最差的，就是物质的力量，但是呢在我们的感官的范围当中，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是物质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认为物质的力量是最的，物质对我们带来的这个正面负面的影响是最大，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所以我们忽略了这东西，所以在这些时候呢，这个禅啊真的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去储存这个正能量啊，这样子以后呢让大家开心啊，让大家幸福啊，不但是我们这一生啊过得好，如果你接受这个生命的这个延续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下一世也是活得很幸福的。其实我们昨天也讲过，我们的这个人生观啊，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个人生观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小级的啊负面的东西，我们只考虑眼前的这一点啊，只要没有人发现，好，我就是反正我就啊人生苦短了，及时行乐呀，以后就没有什么了，我不会不需要去想这么多，然后反正没有人知道，那就我什么都可以干啊，这些负面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几个错误的观点，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某些错误的价值判断啊，错误的价值观，
这些错误的价值观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负面的东西啊。那我们要回避啊，或者拒绝这些负面的这个能量的话，那也是从因果开始呀。那就是我需要去照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啊，然后照到这个根源啊，根源是我自己的一种错误的啊价值观啊。那我为了纠正这个错误的价值观，然后我就静下来去思考啊，去思考，我就去尽自己的所有的力量去思考探索生命的真正的意义，然后呢再把佛陀的这个智慧啊，佛陀的智慧就作为一个我在这个探索的一个导航啊，它就作为一个导航，它就佛陀的智慧就作为一个我人生的探索生命的一个整个旅途当中的一个导航啊，然后我就跟着这个导航走啊，同时我自己啊也就去这个要去这个探索。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线索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导航的话，生命我们知道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刚刚讲的很表面的啊，然后深层次的东西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啊，所以需要这个佛陀的智慧的导航。那么佛陀智慧我们从哪里来，从哪里学呢？本来是自古以来都是从庙里面学，但是我们庙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了啊，只有商业化的东西，我们没有这些智慧了，这些思想这些智慧庙里面都没有了啊。那么佛教的基地就是这个思源啊，那么佛教的思想在庙里面都没有了，那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啊？这些思想这些智慧都已经在庙里面，都这是本来是它的基底啊，那这里都没有，那我们只有就自己就看书啊，听这个是光盘啊，视频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市面上的佛教的书也是非常非常多，就是就像我们社会上的书一样，什么人都写书了，现在什么人都写书，什么人的书都会出版的。那佛教也是这样子啊，什么人都去写书写东西啊，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里面呢，就不一定全部都是正能量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路是不能走错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劫啊，在生意场上如果走错路了，那是什么？是金钱的损失啊，金钱的损失，没有别的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探索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路途当中走错了啊，那不是金钱的问题啊，不是金钱的问题，这个就是一走错了以后呢，它不是这一生啊，就是它有可能会毁掉啊很多很多时间，所以还是要有这个，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啊。释迦牟尼佛也非常的反对迷信啊，迷信，佛教是提倡知心的，知心啊，知心的意思就是说需要有智慧啊，有了智慧，我通过这个智慧去研究探索，然后呢结果结论，有了这个结论以后，然后我才去相信啊，这叫做知心啊，这叫做知心。那迷信是什么呢？我根本没有去观察啊，根本没有去探索，就是人云亦云啊，别人说这个了不起，很了不起，然后我就去相信啊，这叫做迷信啊。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第三个禅啊，智慧禅感兴趣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要去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也是一种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有可能从此开始我们会走上一条另外一种啊，另外一个生命的旅途啊，生命的旅途。那么这个旅途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也有些时候呢也有痛苦啊，要做一些事情呢做不了啊，不想做啊，我们人都是天生
就是很烦啊，很懒的啊，不想去做这些，就是喜欢吃喝玩乐啊。那么学了佛以后呢，他并不是说不能吃喝玩乐，但是呢，我们整个的时间都花在这个吃喝玩乐，那么我们怎么去寻找这个智慧呢？所以这上面呢，有些时候可能是有点觉得感觉到有点枯燥啊，啊，有点辛苦呀、啊，这样子。但有些时候呢，啊，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喜悦啊。当我们发现了一些生命的真相啊，或者是一些世界的这个事物的真相的时候，这个喜悦啊，这个喜悦，我完全可以给大家告诉大家，这个喜悦完全可以超越啊我们的物质世界当中的任何一个东西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快乐感、喜悦感啊，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这是很重要，但是呢。啊，这不是说这不适合所有的人啊，这个是就有高端的这个智慧，至少对这个智慧有追求啊，有需求的人才会走这条路，其他人都不一定了。嗯，但是呢，第二个禅，我觉得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用。我希望啊，我们在座的至少去研究一下第二个禅。无思维的禅啊，那我用的这个无思维的禅，你们用这个词汇到百度里面去搜索，我想可能搜不到。这个为什么？我用的这个是为了你们容易理解啊，就用一个这样子的词，这个不是一个佛教的珍贵的词汇啊，所以用这个去搜索，用这个字搜索可能就不能搜索。那用什么样的字呢？需要用寂止这两个字，寂是寂寞啊，寂寞寂静的寂啊，寂止就是停止的止啊，寂止啊，用这个词来搜索的话，我想在百度里面我们可以搜索到很多很多的视频呐、啊、音频呐、啊、文字的资料啊，都可以啊，寂静啊，寂寞的寂，止停止的止。在佛教里面，这叫做寂止啊，寂止。禅啊，禅的范围就太广了啊，禅的范围就很广了。禅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很广的一个所有的这些修法的统称啊，所以我们不能用禅这个字来搜索。我想最准确的这个词汇呢。就是用寂止啊，寂止，用寂止两个去搜的话，可以搜得到啊。那这个寂止，我们可以作为啊，比如说是一个啊，是一个无神论者啊，他也不需要去啊，不需要去。我是不是修了这个以后，我是不是有信仰了？我是不是学了某一个宗教了？那不需要这样子考虑。那这不是的。是一种心灵的调节的方式啊，这个方式呢，只要有心灵的人，只要有精神的人啊，都需要。只要是一个有情众生，就是人啊，动物就不会做这种训练。只要是一个人，都需要，而尤其是官场上、上场上的这种高层的人是更加的需要的啊。一般的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呢，他的更多的担忧是不是这些精神上的，他是物质上的了啊啊，那很多人就是需要，非常的需要第二个禅啊，这是禅的分类。然后第三是禅的作用啊，再介绍一下禅的作用啊。那禅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第一个是消除负面的情绪啊，禅可以消除负面的情绪啊。这个负面的情绪，消除负面的情绪，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三种禅啊，三种禅都可以消除这个负面的情绪啊，有思维的、没有思维的、智慧的啊，这个都可以消除负面的情绪。所以啊，就是工作压力很大的啊啊啊，像这个企业的上层管理者啊。或者是啊，有些女性就是经常都是因为感情上出了问题就折磨，那这个痛苦是比较对女性来说相对而言比男性的还多一些啊啊，这样子的痛苦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是可以解决的啊。如果我们悟到了智慧禅，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啊。
任何一个痛苦啊，任何一个痛苦，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禅啊的话，那它完全可以毁掉一个人的这种巨大的伤害啊，巨大的伤害，巨大的痛苦啊。面临这个时候呢，只要有这个智慧禅啊，它立即，比如说一个雪花从空中下雪的时候啊，雪花落到一个高温的这个石板上啊，那么一接触到这个石板，它立即就会化掉的啊。它在一秒钟的1/1000的时间当中，立即就会化掉，它不是雪花了，它就变成水啊。同样的，只要有这个智慧禅的人啊，智慧禅的人，再大的这个啊，精神上的压力，精神上的痛苦，就遇到了这个智慧禅的时候，他不是禅，他立即就把这东西就转换啊，立即就转换为智慧，立即就转换为智慧。所以这些人啊，在我们佛门里面呢，就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济公活佛这样子的人啊，才是这样子，他是真正的，他就已经突破了所有的约束啊！我们所有在我们人类眼啊，我们的这个心目当中的所有的好与不好等等的标准，在他的境界当中，这不是什么标准啊。同样的是，我们的所追求的所有的东西啊，在他的眼里呢，也不是什么可以追求的东西，不是什么幸福了。然后呢，我们非常害怕的啊，这些所有的痛苦，在他的境界当中呢，也不是什么痛苦了。这叫做佛教的大平等啊，平等啊，就是这种心态。但是这个是佛门里面呢，我们学佛的人当中啊，这种人是不多的啊，是很高的境界啊。那我们要达到这种境界，当然我们这个是可以作为一个最终的最后的目标，是可以的啊。如果有这样子的勇气，那我们也并不是做不到。人有多大的发心，有多大的这种心量，可以就做多大的事情。这个是在我们佛门上也是这么说的啊，生意常商也是这么讲。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这个内心的力量有些时候是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呀啊，出乎意料，它是很强大的。所以根本就是我目前的能力根本完成不了，根本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只要我有这个下了这个决心往这个方向努力，总有一天我会做到的。这个是可佛教也是这么讲，所以可以作为一个最终极的目标，但是我们暂时这个难啊。那我们啊，暂时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那就是第二种没有思维的禅啊。当我们遇到家庭的啊这个问题啊，或者是感情上的问题，或者是工作上的啊，或者是其他的，来自于其他的，反正任何一个痛苦、压力啊、焦虑，遇到这些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个训练的方式啊，静下来修我们的第二个这个修行的方式啊，这样子以后呢，慢慢的它就会改善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焦虑啊，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慢慢的会淡化，最后会消失。啊，最后会消失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有困难啊，再有压力啊，但是他的这些所谓的压力和困难，那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不会变成一种威胁啊，不会对他不是一个威胁，不够啊，变成一种威胁，都可以在这个境界当中完全可以化解的，全部都在这个当中化解。而且啊，有一个叫做禅悦啊，喜悦的悦，禅悦。那这个禅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啊，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啊，这种平静的状态的时候呢，有一种非常啊舒服、非常快乐的一种感受啊。这叫做禅悦，禅悦啊。那
这种禅悦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啊一种这样子的这个喜悦啊，这个喜悦是跟外在的任何的物质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不会有审美疲劳这个问题啊。审美疲劳，我们讲的外在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失去它的新鲜感，但是内在的这些东西从内心当中散发出来的这种快乐的感受，它没有建立在这些上面啊，所以它永远终身啊都可以让人啊幸福、开心、活跃，非常的积极，做任何事情啊，做任何事情都是很啊都是很积极的、很正面的啊这样子。这是第二种禅啊，我们第二种禅的作用就是这样子，可以消除啊第一个。它改善睡眠的最好的方法是这样子啊，然后抑郁症也是啊，抑郁症我们建议，比如说抑郁症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的话，那可以适当的可以用一下这个药啊，抗抑郁剂，适当的药用一下，适当的为什么要适当的用？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因为这焦虑啊抑郁很痛苦的啊，这个时候要让人静下来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这个很难的啊，所以这时候的我们的禅定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微弱的啊，非常的微弱的，负面的这个影响已经力量已经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一下物质的这个力量啊，通过这个药稍微这个控制一下，稍微控制以后呢，不要再继续用这个药啊，然后就开始打坐，通过禅修，通过禅定啊去控制。这个我昨天也介绍过了，这个是有科学的证据，完全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抑郁症的早期啊，抑郁症的早期，它没有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的时候呢，那就不需要啊。不需要用这种药啊，用这种药，抑郁症多半都是啊，自认为是抑郁症，其实这个时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抑郁症，这是一个焦虑啊，这是一个焦虑而已。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在网上啊各方面就收集了很多错误的信息，然后自己的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有一点焦虑的时候，就自己给定为抑郁症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抑郁症的这种心理的作用，真的是一个不是抑郁症的人也可以变成抑郁症了，所以这时候就是不能要这样子定心了啊，不要给自己贴这个标签啊，我抑郁了，抑郁症，不能这样的，这心理的作用，尤其是心灵上面的病呢，这个心理的作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考虑啊。不要用这些药啊，然后自己去这个解决。自己解决的方式是禅定啊，禅定。然后禅定当中的这个第二个第二个这个无思维的这个禅定，通过这种禅定打坐，然后就慢慢就改善了抑郁症，也是完全是可以解决啊。那抑郁症这么严重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话，那我们平时就是在家里处理一点点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啊，同事之间或者工作上处理一点点不愉快不顺利的事情，然后就导致的这些焦虑呢，那就根本就没问题了，通过这种方法很顺利的可以解决啊。所以第二种禅是很重要的。好，第二，这是这个消除负面的情绪。如果我想啊，我们在座的当中，因为很多都是搞企业的啊，要跟这个跟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些人当中，有些时候我愿意跟他打交道，有些时候我不愿意，但是呢，不愿意就是为了这个工作不能不打交道，不能不怎么做啊，那这个是心理上的一个制造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呀 就是经常都是在不愿意的场合不愿意说的话啊，不愿意做的事，但是呢就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去做要去说啊，
这是就逐渐的在心灵上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负面的这个压力，这种沉淀慢慢发展以后就会变成有问题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每一天打坐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打20分钟，至少是20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呢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比如说2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子可能是有点因为这个坚持不了20分钟左右呢大家都可以坚持那我们每一天比如说我这今天这一天在家庭工作上的这些沉淀累积的这些所有的负面的这些情绪那么这一天晚上结束的时候，就是晚上我打坐把这东西负面的东西都给清理一下都清理这样子以后呢我的内心还是变得很干净很纯洁然后这个打坐打完了以后呢再不要去想不想工作不想家庭的事情，然后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睡觉这样子以后呢睡眠就会有改善睡眠改善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工作的效率也就提高了通过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这是第二个具体的方法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下介绍一下消除这个负面的情绪。我想我们今天多数的人来说最需要的是消除负面的情绪因为我们的这个现代商业社会当中的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情绪都是这个内心世界是非常的浮躁，负面的东西太多负面的东西是很多的。这样子以后呢要清理这些负面的东西，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了非常的重要。好，这是第二第三第二它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开发内在的功能，也就是说开发我们精神世界的潜能潜在的功能是说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在佛教里面像神通佛教它是不追求神通，比如说佛教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各有各的长处这三个儒释道的追求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就像道教里面比如说人的这种感官身体的一些就是特异的功能，也就是佛教里面讲的这个神通它强调的比较多佛教它是不强调不追求神通，但是呢它也不排斥神通因为修行的过程当中修行修得好的时候呢自然就把我们的感官的功能提升了就在打坐的过程当中，他自然他不是追求这个东西，但是呢他在提升这个心灵的过程当中就无意当中也就开发了一些他的潜能这个叫做神通，他是不拒绝的佛教也是不拒绝，但是呢他的目标不是神通他的目标不是特异功能特异功能佛教他给我们指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智慧的道路他最终的东西呢是他要追求什么呢，我可以这么说我们把整个大乘佛教的这个精神可以归纳为两句话或者两个字，智悲，就这两个智是什么呢，就是智慧人类的巅峰的至高无上的这个智慧智慧当然有很多种智慧佛教追求的是最巅峰的人类的智慧，再没有办法提升到这个位置，这种智慧叫做至高无上的智慧，他第一个追求这个第二个呢他有
他为什么要追求一个这样子的智慧呢？他想这个智慧用来干什么呢？啊，然后就是必须要有爱心的支配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爱心，那么这个智慧呀、聪明呢、这些东西啊，你有可能用到正面，也有可以用到负面呢，都有可能的。嗯，像小乘佛教，在佛教里面，没有一个是把这个智慧用到非常负面的东西，但是有一个是，比如说小乘佛教，它是用到自己的比较自私的这个啊问题上啊，他就是把这个智慧用来我自己解脱了，要不管其他人。嗯，这个也不能说是一个是很负面的东西，但是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这个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不对的啊。那么大乘佛教同时他追求爱心啊，佛教里面讲慈悲啊，慈悲啊，慈悲，这叫做悲啊，智悲，智悲，这两个是佛教他追求的东西，佛教他追求的东西，所以他不追求啊神通啊之类的，他不追求。但是呢，我们在追求智悲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内在的一些东西开发了以后呢，潜能开发了以后呢，神通虽然是没有追求，但是呢有些时候会出来啊，会出现啊神通，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潜在的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去拒绝啊，没有必要去拒绝。这种开发啊潜在的功能，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啊，大作的时候，不是苹果公司的这个乔布斯不是在大作，他就是要做一个公司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决策的时候，他首先不是说要大作吗？啊，大作在大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做一些比较重大的这个决定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大作跟我们的公司的这些一些决策是有什么关系呢？嗯，可以这么说。大作啊，进入了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人的这个头脑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新啊，清醒，非常的清楚。在这个时候呢，去思考任何一个东西都这个灵敏度啊，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嗯，这个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啊。你可以这样子静下来，不要把所有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念头啊都放下，静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有这个时候一定会啊，你会想到一些平时你忘掉的东西啊，平时在生活当中是想不出来的事情啊，一定会，或者是过去的一些你忘掉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未来的一些你要做的事情，嗯，你在这个状态当中一定会非常清新、非常清楚地想出来啊。这个是它的一种作用，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啊，这个禅的需要是不是这个？禅的需要是平静。平静啊，并不是你要去想什么事情，嗯，但是这个，因为你在平静的过程当中啊，整个人都是，内心世界都是这么平静的时候，整个人的，啊，这个思维都尖锐了，提升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一些忘记的东西啊，公司的东西、工作上的事情呢，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想起来啊，整个人的思维都变成非常的尖锐的一个这样子，所以。我想乔布斯啊，在乔布斯的这个专辑里面说，他要做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他要大作。我想这个有可能是真，因为他有这种体会啊，他有这种体会，他可以这样子的，那完全是可以这样。但是佛教的这个禅是不是用来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可以一部分是可以用到这个工作上的啊，他本来是不是做这个的。啊，但是一部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用，这样子用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主要的原因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些垃圾的这些情绪消除了以后呢，然后就会开发他自己的原有的潜在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变成一个非常高敏度的一个啊思维，尖锐的思维这样子。这是第二啊，简单的介绍到这里，然后第四，我们最终啊，就是要给大家啊介绍一下啊他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啊，锻炼的方式啊，给大家说一下啊。那
这个修行的方式呢，有一个我们要注意到身体的姿势啊，身体的姿势啊，第一个，还有就是要注意到这个呼吸啊，第三要注意到我们的意识啊，要怎么去想啊，要做这三个啊，三个方面的。那首先啊，这样子我们打坐的时候啊，首先是你可以把时间安排一下啊。啊，最好的时间就有两个啊，两个是最好的最佳时期啊。第一个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早上起来刚刚起床的这个时候啊，是一个人的啊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候，因为就休息好了啊，休息好了。当然，比如说晚上睡得不好呀，失眠啦。那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噩梦，这种人醒来的时候都很疲惫啊，很这个精神状况是非常不好的啊，这是特殊情况。而一般人啊，是刚刚这个起床的时候啊，在床上啊可以打坐啊，半个小时呀，20分钟啊都可以。你把你的这个心态，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这个思路去把它调整好啊，调整好了以后呢，再投入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工作当中去啊，这样子的话，完全可以预防在今天的这个工作当中会发生的一些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啊，比如说吵架了啊。公司跟员工之间的吵架啊，虽然发生了一个这样子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的啊精神一大早的时候就调整好了，他就是调整好了以后呢，有所准备，然后就会不会受到太大的打击啊。当然，我们一开始修行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么高的境界，比较啊，在这个禅定的这个训练当中啊，我们的训练就达到一定的层次的时候呢，完全是可以这样，就是像我们调频道一样啊，调这个电视机啊、收音机的频道一样，意识它也有很多的频道，它可以调的啊，调了以后呢，它接受的信息，它就只接受一种信息，一种信息，那是所有的正面的信息啊，负面的东西它可以排除，它不接受。但是这个我们目前呢，一开始修禅的时候是做不到，但最后还是可以这么做的。而且这个也不是一个禅定的一个最高的级别呀，它也不是最高的级别。但是刚刚修行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办法这样子调频道一样的调整啊，没有办法。但是呢，还是有帮助的。啊，一开始的时候打坐啊有帮助的。这是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最佳时间呢，就是晚上啊睡觉之前啊，上了床以后用20分钟的时间，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静下来，这个就是等于是清理啊一下今天一天所累积的这种垃圾的情绪啊，然后清理好了以后呢，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啊这个心态睡觉啊，这样子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这两个啊，除了这两个以外呢，我们刚刚提到过了啊，在办公室呀，在飞机上啊，在汽车里啊，都可以啊，随时都可以的，只要没有人打搅的时候呢，都可以这样子自己静下来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因为这种非常好的一种休息放松的这个方式啊。平时我们人啊，比如说看电视啊，大家都觉得很放松的事情，其实这个是不放松，我们的精神是高度的紧张的啊。人身体没有做什么事情，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很轻松，但是呢，啊。这个很投入的话，比如说战争片啊、恐怖片啊，那人的精神就投入到这个节目当中，然后就是高度的紧张啊。而他电视机要给我们的影响，也是要他要给我们的这个感觉也是，这是他的理想啊，就是要给观众一个这样子的刺激，才能够有人看他的这个
他的节目，这是他的这个目的，所以他尽可能的想一切办法让给这些观众带来这样子的刺激，这是他的，他是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啊设计的啊，所以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呢，虽然是身体比较轻松，但是呢精神啊没有轻松啊，所以这个是不能放松，不能休息的。那真正的放松就是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呢，让我们的身体啊有一种这个姿势，它是可以把全身可以达到这个放松的状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意识在精神啊，精神完全是一个高度的一个放松的状态啊。这样子以后呢，这是第一个，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的啊方式。所以呢啊，你不去想什么别的东西呀，也不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目标。但是如果你要想得到一个，比如说一个在断气的时间当中，想得到一个放松啊休息。这样子的话，那就把办公室的门关上啊，没有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就做这种姿势，什么也不想，安静下，哪怕是五分钟、十分钟，这个放松也可以啊，也可以这个，可以获得一个很轻松、很自在的一个这样子的感受，这个是对人的休息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禅有很多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今天全世界这个禅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啊，非常流行的，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什么样的人都在修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的人，不同的需求的人，它可以给不同的这个啊不同的每个人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所以啊学佛的呀，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呀，没有信仰者，大家都重视。这么流行的原因也是有它的这个理由啊，这样子的。那我们首先啊，这个姿势是什么样的姿势呢？啊，第一个啊，这个身体的姿势啊，身体的姿势我们大家学一下啊。身体的姿势有七个要点啊，有七种姿势啊，这个七种姿势，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七种姿势？这个七种姿势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七个不同的姿势，可以通过这个七种姿势，可以把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肌肉啊，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自然的啊，非常放松的啊，没有人为的这个调整的一个这样子的自然的状态啊，自然状态，所以要这个身体的姿势啊。那第一个，这身体的姿势有七个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推啊，要盘起来，盘腿啊。但是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椅子上啊，不方便啊，那以后大家就是席地而坐啊，然后嘛就把腿盘起来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可能一天两天有一点点不舒服啊，但是呢慢慢的会适应的啊。盘腿的时候啊，不要穿紧身衣服啊，牛仔裤之类的啊，尽量的穿一些休闲的裤子或者是裙子啊之类的啊，这样子就会有帮助的啊。腿盘起来啊，盘腿这是一个。如果腿有问题的，就是有病啊，实在是盘不起来的话，那也没问题的啊，就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啊，打坐也是可以啊，也可以。如果方便的话啊，就坐在沙发上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这种椅子上也是可以盘腿的。啊，腿盘起来了以后呢，人可以自然就可以达到一个放松的状态。那这个我刚刚讲的，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平时都坐在这个椅子上啊，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的不适应啊，但是尽量的挑战自己啊，要突破这一点，这个是不难的啊。适应了以后呢，腿一盘起来以后呢，坐在这个啊，坐在椅子上和坐在这个椅子上盘腿是
感觉上是不一样的，这个你们以后就会感受到的啊。这个帮助我们的心可以静下来，这是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姿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手啊，第二个手，要解禅钉的手印啊，禅钉的手印。什么样的是禅钉的手印呢？左手和右手啊，左手啊放在这个下面，然后右手就放在这个左手的上面啊。然后这样子啊，然后这个拇指啊，两个大拇指啊，碰头啊，这样子的，这个叫做禅钉的手印。我们可以在这个很多寺院的这个壁画上面看到很多的佛菩萨，就是这种姿势了啊，这是。然后这个啊，这叫做禅钉的手印，然后要放在肚脐下面的四指。这叫做道教，这叫做丹田啊，就肚脐下面的四指处啊，四指处，对，这样子的啊，肚脐下面的四指处，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啊，这是第二啊，第三，两个胳膊啊，两个胳膊要这样子张开的啊，第四就是端正啊，身体要端正，不能靠背后啊，往左往右都不行，要端正啊，身体端正啊。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端正的啊，站啊，坐在坐要端正啊，因为平时都习惯啊靠背后啊，靠这个扶手椅子的扶手啊，这习惯了啊。那么现在就是要这样子端正的坐着，可能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不适应，但是呢，习惯了以后呢啊。这个是很舒服的这个姿势，那这是第四啊，第四，然后第五啊，第五头啊稍稍往前一点啊，也不能这样子啊，这样子就是也就可能一会儿就睡着了啊，啊就是啊，这是第四第五，然后呢啊这个啊这个第四啊第六啊第六。眼睛啊，就是往下看，看鼻尖啊。佛教里面说看鼻尖，但是呢，不一定要看的这地方啊，就往这个方向看就可以了啊。往下看，往下看啊。这样子以后呢，人自然而然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啊。有些人呢，打坐的时候就喜欢闭着眼睛啊，因为我们睁开眼睛看到很多东西在眼前走来走去啊，运动啊，这样子以后呢，心不容易静下来，干脆就闭着眼睛。但是这个禅定的要求是说不能闭着眼睛啊。闭着眼睛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看不到东西，可能是稍稍有一点帮助啊，就没有心里没有太多的这个。思维有帮助，但是呢，闭着眼睛以后呢，就五分钟、十分钟以后，他会昏沉，然后就会睡啊，就睡着啊，所以还是要睁开眼睛的啊，睁开眼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有些方法，我们可以在就是在我们的面前可以放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佛像啊之类的啊，然后我们的眼睛去专注啊，专门去看这东西啊，不眨眼，眼球尽量的少转动啊，有这种方法啊。这个时候呢，不是往下看，就是在往前看啊。但是平时我们可以往下看，这是一个。第六啊，第七啊，第七是说。舌头啊，舌头抵至上颚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这个不习惯的话，也是没问题。那不喜欢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这个可以很自然的口腔、鼻孔同时这个呼吸啊，很自然的呼吸也可以了啊。这是第七啊，那这个叫做这个。七个姿势啊，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要这样子打坐，这是第一个了啊。然后第二啊，第二是呼吸
啊，呼吸，那呼吸的时候啊，它有一个叫做排除污气啊，污气，污气是污染的污啊，污染的污啊，这里面就有一种心理的作用啊，心理的作用，怎么样我们排除这个污气呢？啊，什么是污染呢？啊，污染其实是不是这个我们的空气啊？实际上真正的污染是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一天当中所累积下来的这些所有的负面的情绪是啊是污啊是污染啊，实际上要排出去的东西呢实际是这个啊，但是这个我们怎么样排出呢？就是通过一种呼吸的方式啊，再加上一种冥想，一种冥想的力量啊，把它排除啊，这个意思啊。就像我们吃饭的时候呢，首先要把碗洗干净啊，洗干净以后呢装东西吃啊，一样的。现在我们大坐修禅定的时候，首先把我的啊这些负面的这个情绪先清理，先洗干净啊，然后再去修禅定，这是这样子是效果比较好的啊。那这个方法是什么样子呢？方法有两种啊。一个要配合，这两种是配合，一个是我们的动作啊，动作，第二个是心理的一种冥想啊，冥想的方法，这两个要配合的。那首先动作是什么呢？第一个啊，我们的这个左手啊，左手的这个拇指，大拇指啊，摁住这个无名指啊，无名指的指根啊，摁住压住啊。这个为什么要压住呢？这个是从人体的这个结构上讲有一个理由，一定要这样子啊。但是这个我们先不说这个理由，就是要这是一个动作啊，就摁住这个啊这个无名指的指根，无名指的指根，然后这四个手指头啊就放在这个拇指上面啊，这样子啊，这样子啊。好，这个完了以后呢，就要摁住这个左腿的腿根的这个穴脉上面啊，左右有动脉经脉啊，就是要放在这上面要摁住啊，这也是一个人体的这个气流跟一个人体的这些穴脉有关系，所以这个要摁住，这个摁住是要堵住他们的意思啊。这个理由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学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七脉名典啊，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学，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基础的，就不说这么复杂的了，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是左手啊，左手这样子，然后右手也是一样的，这个拇指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但是有一个不一样呢，我们把四指要伸出来啊，四指要伸出来，其他的三个手指放在拇指上面啊，这样子以后把这个手放在这个膝盖上面，先是放在膝盖上，对，往上啊，朝上放在膝盖上啊，然后啊这样子直接摁住这个鼻孔，右边的鼻孔，或者是这样子转一圈啊，放在这个压住左边的这个鼻孔啊。那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人体上面的啊，一个是这里的一个脉，另外一个是这个大腿腿根的脉啊，就堵住，然后呢也就是右边的这个鼻孔也就堵住，堵住了以后从左边的鼻孔排气啊，排出啊，比如就是排出啊，这样子排出。排除的时候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冥想啊，冥想，冥想，这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的这个长时间的或者是这一天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烦恼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啊，情绪都变成了一种黑色的气体啊，就像这个燃把柴油作为燃料的这个卡车的排气管里面排出来的这个气体，或者是烧煤的这个工厂的烟囱里面冒出来的这个气体一样，一个很黑
有很长的啊一个这样子的气体，变成了一种这种这样子的气体啊，然后这个气体是从我们的啊左边啊拍在外面啊，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啊，最关键的是要观相，要明相啊。好，这是一个。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左右手再换一下啊，左手右手的拇指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然后其他的四指手指啊这样子，这叫做在佛经里面这个叫做金刚拳啊，它是一个拳头，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然后再放在这个大腿啊的右腿的腿根的啊这个穴面上摁住啊压住，然后左手呢跟刚才的右手是一样的啊，左手啊的拇指摁住这个无名指，然后四指伸出来，然后手朝上放在这个膝盖上啊，如果是我们大坐的话就放在膝盖啊，盘腿坐椅子都是一样，放在膝盖上，然后这样子啊转一圈啊，这样子转一圈啊，不是这样子对啊，这样子从往外叫朝里这样子转一圈，哎，对对对对，好，或者是啊这样子直接按住这个，其实这个是这个转不转是不重要的了，怎么样都可以的啊，但是在传统上啊这些修行的人他一般都是这样子，对，好，摁住啊，摁住这个左边的鼻孔啊，然后就从右边的鼻孔拍出这个呼啊，把这个气啊就呼出去啊，这样子一次啊，两次、三次啊，然后鸣气的时候呢，这个鼻孔还有嘴巴一起吸啊，吸一次深呼吸啊，深呼吸，然后再拍出去啊，然后又深呼吸啊，再拍出去，深呼吸又拍出去，这样三次，然后最后啊，两个手啊都是一样的，这个拇指摁住这个无名指，然后呢，两个其他的手指都放在这个拇指上面啊，同时这样子啊，然后就同时摁住这个左右腿的腿根的动静脉啊上面，然后左右的两个鼻孔同时啊排出无气啊，先是深呼吸啊，先是吸一口气啊，深深的吸一口气啊，吸好了以后呢，然后再排出去啊，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啊，一共是九次啊，左右一共啊是九次啊，这叫做啊这个排除无气，然后我们冥想啊，我把今天的所有的这些垃圾的杂念把它转换为一种气体啊，从我的内心当中把它排出体外啊，排出体外啊，那么现在呢，我的身体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的透明啊，非常的纯洁，非常的干净，就像一个玻璃杯啊，吸干净一样啊，就变成一个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啊，很有帮助的。好，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我们是正式开始打坐了啊，打坐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有一个啊，有一个前期的一个方法，那就是这是像体育运动员的热身的体育动作一样啊，热身动作一样啊，就是有一个方法，这个是叫什么呢？这叫做数呼吸啊，数呼吸啊，怎么样数呢？啊，我们呼吸的时候啊，这个吸啊，呼吸啊，这两个啊，这两个就算一个数字啊，算一个数字，然后我们就从一啊到七，数到七啊，把我们数我们自己的呼吸啊，就数我们
自己的这个呼吸。一个人每天会呼出26000次这个呼吸啊，26000次。那我们不需要数这么多了，我们就是在一个先数一到七，然后不能再数7、8、9、10、11、12，不能这样子啊。这个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因为这个数字多了以后呢，然后它会反而会导致心灵的一种混乱啊。所以七是最合适了，从1到7啊，从一数到七，然后这个数完了以后呢，又从一开始数啊，又从一开始数到七啊，然后8、9、10不能这样子数啊，数到七，然后七数完了以后又从一开始啊，每七个呼吸就做一个组啊，这样子就数3个组，就是啊3、7、21次这个呼吸啊，一般是这样子的。如果这种感觉比较好啊，喜欢就继续这样子的话，那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半个小时当中啊，半个小时或者是20分钟当中，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啊这个数呼吸啊，这样子。那数呼吸有什么帮助呢？啊，这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啊，所有的注意力全身关注到这个数字上面了。从一到七，从一到七，从一到七，数字上啊，这个一到七的这个数字，它也是一种啊，也是一种思维啊，它也是一种思维。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全身关注到这个呼吸数呼吸上面，这时候呢，自然而然我们可以把其他的所有的这些杂念呢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这些负面的这些啊这些，念头啊，这些念头、这些情绪，全部都可以啊，可以拒绝啊，可以把它们挡住啊，不让它们产生。所有的所有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数呼吸上面了啊，不会有其他的这个杂念，这也是一种平静啊。平时我们啊，比如说一秒钟当中，我们一会儿又想这个呢，一会儿又去想那个，根本就是没有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当中啊，非常混乱的，一会儿又高兴了，一会儿又不高兴了啊，一会儿去想这个，一会儿又去想那，这样子。但是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虽然是不是完全没有去想，有想，但是只想一件事情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情绪就已经是非常的规范了啊，规范了。有这个就是在小乘佛教的这个上座部啊，小乘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视这个啊，大乘佛教里面呢也有这种数呼吸，这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方法。然后我们去数这个呼吸啊，数的时候呢，我们只想这个数字1到7啊，其他的什么都不想。这样子以后呢，它有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它不是完全没有思维，是有思维再思维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思维把其他的所有的思维啊都派在外面啊，不让他们产生啊。这就是比我们平时的这个非常混乱的这个啊比起来的话，那这种就是就规范多了啊。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啊。好，我们现在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们感受一下啊，请大家啊在椅子上，如果方便啊这个盘腿的话，那就大家盘腿啊，方便盘腿就盘腿，如果腿盘不起来的话，那也没关系啊，坐在椅子上都是可以的。好，然后第二啊，我们把我们的手啊接成禅定的手印啊，右手放在左手放下面，右手放上面啊，然后两个大拇指这样子碰头，好，然后这放在这个肚脐下的4个手指处丹田啊，好，第二、第三啊，两个胳膊张开，第四身体端正啊，身体要端正，第四啊，第五头啊。不要朝后面啊，头
稍稍往前，稍稍往前，第四啊，第五啊，这个眼睛啊往下啊，往下看，那、啊、往下往鼻尖看啊，然后呼吸啊，呼吸就是口腔啊，鼻孔同时一个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呼吸，我们呼吸不需要刻意的去调快、调慢，都不需要。好，这个做完了以后，我们现在开始了啊，现在开始感受啊，我们从一啊数到七，然后再一数到七，我们数三次啊，三次。大家先感受一下，好，然后以后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可以多长时间啊、都可以的。好，我们现在大家开始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专注在这个呼吸上面啊。先是深深的吸一口气啊，吸，然后就呼啊，开始算一、二，这样子自己算啊，算到七，数到七。好，数七，三个七，二十一，大概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刚才都感受到了啊，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数呼吸的时候呢啊，就是感觉到这个周边啊是格外的这个平静啊，我们还是有这个精神的活动，它在数呼吸。但是呢，它只有一个活动，所以所有的其他杂念都放下来了以后呢，我们的头脑思维变得非常的清新啊，非常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想什么，这样子啊，这是二十一次，或者是再啊数七个啊，七个七呀、八个七呀、十个七呀，这都可以的，好。这是第一个一个前期的一个预备的工作啊，这样子以后呢，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思维是非常混乱的，从这个非常混乱的这个状态当中，直接进入到这个禅定的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中间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渡的一种方法，过渡的时间，通过这种方法把除了数这个啊呼吸的这个念头以外，其他都可以放下啊。然后现在啊，是我们把这个数呼吸的念头也放下了啊，这个我们再感受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啊，这时候是我们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讲，不要去追究过去啊，
不要去迎接未来啊，就是要安住在当下的状态当中。什么是当下呢？啊，就像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念头放弃了以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就语言是没有办法说出来、没有办法表达的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啊。这个比较类似于像《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啊，不思善，不思恶，当下就是本来的面目。这个本来的面目呢，不可思，不可言啊。他这么说，他讲的是这个证悟的状态。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证悟了呢？它不是这样子，这两个是有一点点相似而已。实际上我们离证悟还有十万八千里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子静下来啊，这个就是类似于，实际上我们进入了，这个是进入了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呢？实际上是我们昨天讲的啊，这个阿赖耶识啊，这个是我们已经进入了阿赖耶识的状态当中啊，阿赖耶识的层面了。在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当中呢，它是不去分析的，不去判断的，不去思维的啊，所有的这些精神的活动都放下来了以后呢，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这个里面呢，没有这个明显的啊，没有明显的正面的情绪，也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负面的情绪，但是呢，它本质是一个正面的能量啊，本质是一个正面的能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可以开发潜能啊，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消除负面的这些情绪，所以它本身是一个正面的东西。但是这个正面也没有正面的情绪和负面的情绪啊，这样子，这叫做平时你们啊，就不打算学佛呀，不打算修这个智慧禅的呢，每天晚上啊，或者每天早上就这样子静坐一下，这个是非常好的啊。那这个其实方法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非常的简单啊。这个我想可能也许有人觉得太简单了，不可能是这样子吧，禅我们听起来这个禅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那么怎么可能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呢？不可能还有什么更秘密的东西，其实没有，就这么简单啊。过去哥伦布他发现了这个新大陆以后呢，回去了以后呢，他们的国王给他设了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这个宴会啊，然后呢，这个他们的女王还有大臣啊，什么很多很多这些上层人都想听一听哥伦布他怎么发现了新大陆，这肯定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可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一种诀窍啊。然后大家都问，就你怎么找到这个新大陆，你怎么发现这个新大陆呢？他就说，我就每天就走一个方向啊，就找到了新大陆了啊。那么大家都惊呆了，怎么可能每天就走一个方向就找到发现新大陆呢？其实他真的是这样，没有什么别的，就每天就朝一个方向走，最后就发现了这个新大陆啊。很多的这个事情都是这样子，他的方法非常的复杂，也不一定是很好的方法了啊，不一定，不要，我们不能不要以为越是复杂的东西是越好的东西，越是复杂的东西的效果是越好的，其实不一定这样啊，很多东西的啊这个方法它是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但是呢效果是很好的啊。那么这个方法什么样子呢？我们这个也可以感受，我们感受一分钟啊。现在我们再感受一下，请大家把刚才的这种我们的这种姿势再恢复一下啊，再恢复一下啊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啊就不数呼吸啊，不数呼吸，什么都不做啊。那我们做什么呢？啊，其实我们什么都不做，这就已经是准确的表达了啊。但是呢，再稍稍说一下，第一个我们不能做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的思维焦点啊，不要放到过去，不要去想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不要去想了，不要去追究
啊，然后也不要去应接任何的未来的家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什么都不要去想了啊。然后在这个中间呢，过去未来都放弃了以后，这个中间有一个阶段叫做当下啊，当下啊，当下。那什么是当下呢？其实我们现在的当下是很简单的，我们什么都不想啊，不去思考任何善恶、正面负面，把所有的正面负面全部放下了啊，全部放下。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啊，就是一个语言是没有办法准确的表达，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有一个清醒的感受，会进入一个这种状态啊。那这个状态叫做阿赖耶识的状态啊，也叫做在佛教里面这叫做无极的禅定，无极的禅定。好，我们现在啊。再感受一分钟的时间啊，一分钟。好，请大家不要思考过去，不要去想未来，所有的念头尽可能的全部放下，然后啊就保持没有情绪、没有思维的啊这种状态，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停留一分钟。好，一分钟过去了，方法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但是这个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又就在又产生了一些念头的时候呢，要这个观理啊，这个有一个观理的方式，观理禅定的状态。怎么观理呢？必须要知道，我们念头升起一个念头的时候，当下就要知道，哦，我现在开始产生了念头了啊。知道了以后呢，让它不要继续啊，然后又回到刚才的这个状态当中去啊，安住，这佛教里面叫安住，就是持续啊20分钟啊，每天晚上这样子就会一定会有帮助啊。这是一个我们刚才讲的没有思维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啊。然后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再去了解啊，这个第二种禅它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呀。刚才我们讲的是最简单的方法，而且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我们当下就可以做到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边学边用啊，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它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啊，几值，我刚才说的几值这两个字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啊这个方法了啊。今天上午的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送你们的一趟车子把你的东西别沾了盘水今天那些把梦的把这边做脸做啊做耳朵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色的红